林书伟泪爆15年婚姻签离婚协议。当年坚持嫁大17岁老公的她，半夜看到内妹传简讯说，今年41岁的辣妈主播林书伟，在15年前嫁给知名作家蔡诗婷，夫妻俩婚后育有一女，感情十分甜蜜，常常出席活动，晒甜蜜家庭照。然而日前她却在媒体前公开承认，两人早已签好离婚协议。图片来源林书伟脸书。在结婚之前，林书伟是中天、三立等电视台的当家主播，外形亮眼，口条又好的他，是很多观众的梦中情人。他随后遇上素有主播杀手封号的蔡诗婷，被他帅气的外形和才学吸引，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假象。蔡诗婷当时已经是平面媒体的总主笔，斯文帅气的长相和才华洋溢的天分，让她追求主播见无虚发，诗婷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细数当年的前女友们，现在大多已经是知名媒体的主管。如此受欢迎的蔡诗婷，最后迎娶小17岁的林书伟，轰动不少娱乐圈、媒体圈的朋友。图片来源 ：ATNews。不过，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，原本外界猜测，这对金童玉女的组合一定可以幸福一辈子，谁知道林书伟却爆料，因为两人年纪相差太大，几乎是父女恋，沟通上的代沟可想而知，我节奏快，他动作慢，常为生活习惯起争执。图片来源网路。林书伟在媒体前透露，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修理家电之类的事情都是男生在做，但是每次等到蔡诗婷起身来修理，就要等到天荒地老。我前催自己动手，家里马桶坏了，灯泡灭了，变成我在处理，两人也为此争执越来越多。图片来源网路。有一次林书伟发现蔡诗婷又食言而肥，明明答应他要做的事情却没做，让他气到当晚直接约好姊妹们到饭店开趴，不管蔡诗婷怎么求救，林书伟都不理他。两人最后甚至已经签好离婚协议书，只差没有到户政事务所办理，摆在电脑桌上，时时警惕自己，别再犯同样的错了。图片来源自由时报。原本林书伟觉得这种事情沟通就好，但没想到后来还发现蔡诗婷和女人传送爱慕讯息，今天看到你真的太开心了，下次可以吃饭吗，让他当场气炸。他当时气到质问老公，
没想到他竟然把手机锁起来。林书伟见状也马上自己的手机锁住，两人陷入冷战。图片来源网路合成图。不过林书伟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吃死老公怕麻烦，爱女儿的个性，绝对不会跟别的女人搞暧昧，更坦言。蔡诗萍其实有些朋友婚姻触礁，懂得引以为戒，洁身自爱。这次夫妻俩结婚15周年，到台湾人比较少去的古巴度蜜月，想看看蔡诗萍偶像海明威的住处。蔡诗萍还为了老婆贴心送上商务舱，自己却搭经济舱。林书伟原本超愧疚，想要跟他换座位，但最后却因为太舒服睡住，让他很不好意思，夫妻互动温度依旧。图片来源林书伟脸书。虽然曾经有无数的小争执，甚至闹过离婚，但是林书伟依然感性说，婚姻路上最幸运的是跟老蔡诗萍到现在还无所不谈，除了是老伴外，也是他的良师益友，展现对老公的甜蜜感情。图片来源网路。其实在婚姻中，谁没有过争执呢？最亲密的关系才会有最激烈的争吵，重要的是争吵完后情绪抒发了没，事情解决了没，然后再一起牵手拥抱度过下一个难关。参考来源